可以啊，可以有。你好可爱哦。要走动一下，可以有。你放在这里。正气到了啊！怪不得看不到，测试原来是如此。原来如此。你往上还是往下？确定清楚是正气过来了。不要这样，我们说错话了吧？是啊。不小心在你面前，他也在那里的时候啊，你的怎么什么在哪里的时候住？对啊。不好意思。无心之事。万一人家突然间搞错事不好啊！啊！所以说给你确定清楚，那个是不是正气？那我们说实话不好，啊，会避开这个话题。算了，心照就好了，心照不衰。但是我们是要跟住友确定一下。人家都说知道就好了，你还说什么？哎，这里你挖他的吗？叫什么？挖他的伤口吗？是哪里伤口呢？是板呀。挖他的。这种板呀别学，我跟你说，这种板呀千万别学。对不对？自找麻烦。要板就得学，要光明正大，懂不懂？这种板呀千万别学，我跟你说。别啊，我们见多了，没事。真的没有几个我说，所以说这几天那副贴身膏药没看到的，可能在另外一个厂呢。那不是很惨吗？多烂子，应该是不了解的。那他如果厂主，他知道吗？肯定不知道啊。他就是啊，不知道就是。这个你见了吗？不是那个，我就这个就大了。喂，好，哎，兄弟，来啊！怎么这个杯子没干？哪里这头呀？你没进去啊？鼻梁条没进去，小陈，漏了鼻梁条。那没压进去。那这个。好好调，慢慢调。尽力，那只能说我们这台不符合他要求。不要说话。
么个高啊？上去看一下这个车，你看，还要到底呀、啊？我上去。错词，我不上去。我转一下，你拿手拉上。我都说你瞧那个位置不行，你瞧那个位置后面还是乱的，一个齿位分不了半个齿位。
小心手。